国民党必须要新的党提出来，一定要新的论述。对，你到1911年之前，孙中山推翻了满清，叫做什么？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。满清推翻了以后呢，我们孙中山先生当国务，有在说驱逐鞑虏吗？马上换什么？五族共治，汉满蒙回上，大家听下。那我们现在叫的口号，在台独军把它叫什么？还叫驱逐鞑虏吗？所以我们知道，任何事情必须进行实行。我们没有新的论述、新的挑战、新的调整、新的健健康康往前走、新的论述出来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往前走。我觉得国民党今天最需要一套是强而有力、符合实际的现况的论述要出来，然后由中央通令到所有多少层级，让每个党员知道，我不能让20几岁的国民党党员出来选举，被我们对手问。你20几岁说啊，你知道白色恐怖吗？你知道你国民党压迫我们台湾人民吗？你知道我们看等等的，所有国民党人无法独立运输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收集运输，因为很多人是用抱团守势，甚至很多人利用意识形态在里面上下其手，自己搞自己的好处，这都是不行的。国民党新的论据要出来，所以新的主席、新的论据、新的人才，让大家耳目一新。这种感觉如果出不来，我相信国民党的处境非常悲惨。如果出得来，或许也是。刚刚韩老大也提到哈，除了新的论据以外，还有新的人才。所以我当然是理解了，作为年轻人，国民党里面打过的年轻人，我当然非常好奇，年轻人在国民党里面有没有出路？特别是这种战将嘛，因为韩老大选举的时候选举正宗，因为知无不言，敢搏敢战是这样子。但是国民党好像还是没有一个那个。第一个，他培养好像培养不太出来战将，啊，第二个是说战将好像很难出头，是这样，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？他要大家怎么看？我觉得这种困境，我觉得十步之内必有方长，国民党从来不缺乏战将，严嵩汉怎么死，岳飞怎么死，都死在自己的手上。真正英勇的战士，他绝对不怕对手，他怕背后射的弓箭，他不怕正面的弓箭。事实上，在党风移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动了手脚？因此，国民党这次党风在移民的时候，谁有钱，谁家有宝贝，我就进来。那年轻人，你家无横财，只有服务的理想这个行为，没有物质的，一律封杀。今天受了什么兵，受了什么火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。今天国民党是自食恶果，因为你的战将，你有理想的。但是肯定有钱的，掏空被杀了，有可能。所以你上来是什么财团？有钱人，世家子弟 ，DNA 带着富贵，所以畏惧、怕难、惧怕挑战。如果真的有这种现象，是不是要改？我觉得新的党主席要从这个角度思考，让所有的个体党工也应该知道，与其被别人来家里吐口水，何不自己从自己的新的行动、新的做法开始改变。